请我们第一位嘉宾啊，陈桂良陈总，他给大家带来的演讲主题是破局必然，从卖个货到多渠道产品品牌本土化出海。我们今天讲一些大家不爱听但是就是事实的事情，比如说啊，不懂零售的跨境电商没有未来，因为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特姆内卷也好，虚拟内卷也好， TikTok 内卷也好，沃尔玛内卷也好，微费内卷也好，所有地方内卷都是源于这句话，因为不懂零售。我是当时是2008年回中国以后加入了一家公司，是做高级定制，从高级定制来去做高端礼服、高端时装。我们在中国，在迪拜，在西班牙，从零到一做全球的。是在2013年我加入的国内的零售集团，但是在2013、14年，它是跟奥飞同名的，拥有完整链路集团。我当时是老孔的三个助手之一，一个高级秘书，帮他管商品、品牌跟运营的，就我。刚刚那个内容呢，虽然只有30分钟，但是事实上是把我们20多年对整一个中国的盐产销、国内零售、出口、在海外进口、跨境进口、跨境出口，以及今天的中国出海，包括在投融资里面，包括在技术里面，所有的问题都归纳总结。大家下午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来自于微软中国的华南区域的解决方案架构师。这个是微软我们自己的 speech， 这里呢可以做一个虚拟人啊，我们可以在里头做一些很特殊的这个设置。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参与本次 AIGC 出海加速度，透过 AI 赋能协助企业更好完成全球部署策略。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虚拟。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参与本次 AIGC 出海加速度，透过 AI 赋能协助企业更好完成全球部署策略。我们最近在开拓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渠道，那我们现在就在招这种直播呀，或者说整个团队。那我们看到刚才你所讲的，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虚拟人的存在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去招这个直播，这个技术这个软件我们是直接买了就可以直接去用了，还是说它需要培训？就这里面刚刚刚才讲的，首先技术是一点，第二点，无论算法再怎么进化，无论技术再怎么进化，都是要用人来去互动的，没有人类的文明没有任何意义。对，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，当成一个辅助直播的这么一个角色。因为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讲的，然后如果你纯用数字人直播，或者数字人占大部分时间的直播，消费者是没有任何的动力去做购买。那我见到市面上呢，就是有几种情况。第一呢，是一些很冷门的时段啊，就比如说你想拉长这个整个直播市场，你可能在比如说凌晨一两点的时候，是吧？然后你用数字人来播一小段，或者呢是用对谈啊，就是你一个我是真人主持人，然后这个我们老板的数字分身，我跟我老板的数字人来做一个对谈啊，这个形式，这两种形式。这个呢是昆仑学堂，然后也是偏私域运营跟私有化训练的一个场景，然后它是俞敏洪联合创办的，然后呢它是把这些专业课程然后做了私有化训练，然后给到了 AIGC 做了私有化训练，这样的这个它这个小模型，企业自己的小模型就掌握了18门课专业课的具体的知识，然后呢它是在两个场景下使用，第一呢是一个客服场景啊，它可以跟消费者就跟他的学员，然后不断的在群里，然后或者是私聊来产生互动啊。然后第二个场景呢是他接入了自己的 APP， 把这个能力接入到了自己的 APP 里面，然后这样他 APP 就拥有了额外的能力。然后这个额外能力是什么呢？他就可以对课程内容，然后在 APP 里面就做一个归纳，然后也可以在 APP 里面跟客户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。那把大语言模型和我们的这个云端的办公软件结合的产品呢，叫 Microsoft 365 Copilot。这里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客户案例啊，这个行业报告呢是方正证券啊，它在2021年的时候，然后去写了一个24页的超过10000字的一个行业的报告。它其实用不到50秒的时间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行业报告的分析。那这个文档的话，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复杂的，对吧？大家会看到它这里面其实包含很多个不同的这种文本的格式，包括涉及到很多个图片，那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图表，所以这个文档其实并不简单。它是一个24页超过10000字的全中文的文档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
它基本上花了不到50秒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个文档它的一个分析和总结。